板前面按的风，看到盖的甲到起，啊啊，就转来就碰你，啊转来就搁继续按那个做，你是到什么公司？我公司在晋江地址，所以我就变成心理的对象，嗯，对，我在里边得过，这些我们我一见钟情的，一星期准备开课嘞，咱十月。恋爱一加一，就是未婚联谊的活动，第二期的正式要开办。过去办联谊的活动都是一天的，短短的时间要找到相知相识的人不是很容易，所以我们希望把它变成一个经常性的业务，一个期间的活动，比如说透过揉面包、制造面包。好几期的自贸面包，大家互相了解，更多的时间可以相互的了解，然后将这个爱情的面包封闭成为一个很好吃的饼干，他们可以享受这个自己制作的饼干，就可以享受咖啡，可以用一种经常性的一个活动，让年轻人有相互认识的时间更长，而且我们跟很多相关的恋爱的产业业者结合，通过这样的活动，我们希望给一个年轻人有一个良好的姻缘，长到一辈子相知相喜的恋爱的结婚的好对象，咱这个活动希望会当提供予少年朋友有更加轻松、更加长的认识的时间来互相认识。我嘛感谢在承办人员其实本来这都不是你的业务，大家希望咱有这法度透过咱大家共同的努力，更加侪少年朋友会当认识更加侪异性，可以会当找到好的结婚的对象，让我们增加我们的结婚率，也能够增加我们的生育率，因为现在少子化影响到国安问题的，所以透。宇宙打开未婚青年恋爱之门，由我们的月老，我们的馆长啊，恋爱一加一的恋爱课程，这个是我们的参加的未婚年龄啊，哇，我要为大家打开恋爱之门，启定我这次的是我们的恋爱哈，有别于传统的未婚联谊，彰化市中所独创的恋爱一加一的爱情课堂，所花费就是。各界热烈讨论的焦点，这是启定吼，希望来未婚青年吼来多多的参加，让我们的我的。哎呀，太厉害了，红人真是太优秀了。他们的定力非常好。对。哇，以后来彰化市中所要先考这个，才可以进来上班。成功。这有别于我们全国未婚联谊。